我来玩坦好了啊，我们上次我要玩卖艺人。好啊，你玩坦啊。谁是坦？铁匠吗？学者是坦。屁嘞！我上次学者超强的。学者，我先玩猎人好了。好啊，那你要玩铁匠吗？铁匠、啊、你也可以玩学者啊，就让猎宝来坦。那我就继续来学者好了，我觉得我玩的还不错。哦，那我先戴个绿帽子。那这样我要换对不对？不用啊，不能换。你已经锁了就不能换了。我先调一下我的角色，我是个白人。你要一样戴着绿色帽子哦，我才会比较好找到你。嗯，我还有绿色的胡子。啊，我要灰色的胡子好了。哇，我这样好帅啊！肤色没有绿的，准备就绪。就绪了。好，我们来到了一个混沌的世界。我们就是法卢的最后希望。出发。好，我们一开始要去这个木材烟雾。这个很简单啊。怎么上面有巨人？怎么上面有巨人啊？我的天啊，三等的巨人，好大哦！他是婴儿哎，还行啦。哦，他是婴儿，其实还行。还行，等一下，哎，我、欸哦、哇，这个强盗怎么两等啊？哎、欸，这一场怎么感觉有点危险啊？那边有个两等的强盗哎。坏的开始是失败的一大堆。哎、欸，我把专注点数用掉了。我们先打右边的兽人好了，先练个等级吧。呵哦，好，揍他！先来个完美射击。两滴，完美哦。没事没事，扣七滴。我那点数可以补充吗？啊，专注点数、哦，专注点数会补充的啊。你有时候踩到某些地板就会补充之类的。啊，我来制裁他，我来制裁他，看好。对，射死了。钱给我，钱给我，我拿着多一块。这个。给聂宝，你自己拿着吧。OK。宝哥刚刚选啥？我没看到。安娜卡卡。周吉。谁？宝哥，宝哥是猎人啊。OK。好，我要去夜市了。这有个夜市哎、欸，夜市在白天关闭哎、欸。雅琪啊。好扯、哦。钱要怎么给啊？钱哦。丢地上啊。在附近就能给啊。丢他的波。哎。啥东东来了？超二的回合，我看一下。这个兽人袭击着我们打死吗？他会吸旁边那个两等的怪、欸。他会吸哦、喔。你点他，你放上去，他就会告诉你会有哪些怪进来打。按住 Shift。No。有吗？No。哎，应该是放在他头上就会有了吧？会有红红。强盗两等，兽人袭击者好像还行。我们三个应该可以一起打。来不？好啊，来啊！战斗游戏，先打死强盗啊！哦，被他偷钱呢、欸？哎、欸，不对，你的帐篷被他偷了。先把乌鸦给杀了吧。对啊。我说我有 AOE。好，你有 AOE， 太棒了。不对啊，我应该受不掉啊。你 AOE 吧。好，我 A 个，我 A 个。哦。哎呦。哎呦，你怎么感觉有点软呢、啊？我不打 JJJ 啊。别打我，别打我！先把中间那只给杀了吧。看我 A O E， 哈！你那随机打的吗？中间的、嗯，你打中间吧。好，你们两个把中间那个杀了吧。致命的减八，
哎、哇！捏宝！捏宝，你怎么开场就死了？抽了捏宝宝，捏宝宝也死得太快了吧？为什么会打中间的？为什么我还是满血啊？哎呀，我跌倒了！那下一个要戳死你了。我觉得专注该用了。该了，该用，是该用。呸！啊！如果我骰满，你就不会死了。啊！估计你要倒了。啊！打 JJ 啊！打 JJ 啊！哦！哎呦！我的天哪、啊！聂宝，我们有办法活他吗？我来搜。有啊，我们有三条命啊。哇，加9经验值哎、欸，火龙带回来了，你也、yes. 欸、你自己的哎、欸啊，你自己拿着。我自己。哎、欸，智商，哇！学者包裹。所以我在家里出生就对了。嗯，对啊，或者我们可以去救你。哦。我去救他好了，现在我的步伐。你走得到吗？所以我是走去他的位置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、啊，好像走到他头上才可以吧。好，我来走。我好像不能走去他头上，走不过去。所以我是左上那个石头英雄啊。嗯，不是啊，你是没有，你已经在坟墓堆里了。你在欧尔顿啊，有一个坟墓啊。我看到了，有一个你自己的坟墓。哎、欸，接任务。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装置。啊，我们接着要去那里解决膜拜装置。换你那个。哦、你先补血吧。对。你不是顺便接个任务吗？接。不是有一个，还有那个支线任务，你可以接。啊，我刚好没有看到，等下注意一下。我去复活一下聂宝好了。哈哈哈！聂宝复活。被复活了。太削啦，聂宝。啊，接个任务。混沌四身。嗯。然后去打这个混沌，我先补个血，我快岔赛了。哎、欸，哦，服务治疗。哦，我还以为那个会过一个回合哎、欸。换我的。换你了，我们去。我们去哪？等等，要去打。我们先练等吧。对啊，先练等啊，像上次那样子被那个死小偷，我真的是做梦都会梦到他。我们去打那个乌鸦，不要。乌鸦，乌鸦会开到上面那只哎、欸。哦，他会联合一起过来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打大灰狼好了，来打大灰狼。我过不去，好，那我只能先回你们的村庄。嗯，给聂宝一点钱。好。对，我现在连血都不能补，三个。没问题，我给你一点钱，这样你就有钱补了。我零块不欠，结束。换聂宝的回合，你先补个血吧。先睡个觉。好，我来去打右边的狼，对不对？嗯，我来撞大灰狼，看我的。虐狗。好，欸，右边的问号可以干嘛？踩上去会发生事件啊！揍死他！三个揍一个，来吧。直接把他秒了，然后来了专注射击，有点坑啊！专注射击，送了一个，爹爹，哎呀，哎呦，还暴击啊！谢谢 Uncle Goldfish。支持学长没有来我这台，应该是要先支持我吧？哎，钱给我，钱给我，我拿多一块。丢给你。通过通过。专注草。JJ 是谁？通过。随便一个人说的吧。大家都按通过，是不是就丢地板了？对啊。啊，我收着。哎、欸，我还有一步哎、欸，学哦。我们要去打掉那个膜拜装置哎，那个是主线任务。
哎，去打那个兽人勇士吧。你要打鸟了吗？不行不行，打不赢。他会引到上面那个婴儿。那兽人勇士。等等哦，有，我看一下哦。我们三个都打得到吗？哎 ，JJ 是不是进不来？这样只剩我跟绿帽战士进不来。绿帽战士有点远啊，你们走到路径啊，等等我开他。还是这个任务集集打会比较适合吧？我那个膜拜装置哦，哎呀，那膜拜装置不用打了啊，你只要去把它打爆就好了。走过去就好了，是的。啊，走过去甩骰子，然后把它摸爆就好了。那我就过去那好了。力量高的来摸啊。力量高的，我是会比较高。力量那我等。你现在往左边，左下走。我们去左边练等吧，然后把那个石头都摸一摸。没问题啊。你看那边有一些，哎呦，要靠智商的、啊。我从泥中踢出了一块石头，并发现它有古文代符文，尝试。哎呦，捡到经验值啦！能不能？哎，旁边有那些圣锁啊，等等去摸一摸好了。好哦。摸圣锁可以多一条命哦，你死了不会死，会复活起来。我死了不会死，我死了不会死。好。嗯，懂了吧？你先去打旁边那个兽人哦。等我。啊！我前行。没有啊，你按撤退，你按撤退就可以不用动了。我来了，食人节要来了，食人节，换我，你按右上角可以结束，让你剩下的步数就可以补血。有了，好，我来，三步，没事。什么？一棵树准备砸死我？我的天哪、啊！一棵。高大的死树正像砸着你，哇、哦！当然，58%几率。啊！智商不高，打到啦！运气也不高。哎，顶低耶！千万不要打我啊！变，换我变他。干扰！好，我制裁他，我秒他，太完美了！噔，什么？钱？钱？我用我的！哇，你第一次拿到这本书哎、欸！太棒了，烧书喽！这个火烧书。我们就往左边打过去吧，然后那些圣锁石头的摸一摸。好啊。石头加12经验值，哎，谁摸到谁就赚。我装一下我的鞋子。哎，我有，好，先装备。谢谢孤影，感谢七个月哦。往左边，黑暗嘉年华，这个要进去吗？超自然震动。哎，你可以去玩玩看、啊。超自然赌博，来看一下。你进不去。你走过去了不就好了吗？绕不去吧？绕不过去啊！刚好红红的。要5步。哦，你几步啊？我好像4步。那你可以去夜市看看啊。我给你钱，你去夜市。哎呦，你没带钱啊！哎呀，你讲太慢啦！哎、欸，什么事也没发生。那这夜市在晚上关闭、欸，哎、欸，在排店关闭、欸。所以我们现在先去采，先回夜市好了。别吧，夜市没东西啊。没东西，往左边。我只是想来采石头，我采圣锁。可以啊，你去采啊。下面那个圣锁给我，你去玩上面的。好，我看一下上面的。最大专注加2，那我采上面的好了。我们分的有点开，希望不会死。我等我，我回去。怪蛮散的。哎呀，只要被树打到都没事。不好说啊，我先接个任务再说。接任务，减少混沌。噔噔、欸，你们记得回来接任务、哦。哎、欸，我可以踩到石头。
哦，升级了！我的石像，变成我的石像了，变成我的形状了。魔术商人，我来拜访一下魔术商人。你零块钱，那应该叫你滚吧。拜托拜托，看可不可以施舍点什么？魔术商人施舍点什么吧。供应商令人深刻，查看货物。他不卖我。那你还是快走过来吧，不要、嗯、不要羞辱自己了。没钱。哎呦，你怎么又捡到经验值啦？又是跑脑袋的东西啦，看来就三颗啊。好帅哦，哎、欸，是那个捏宝只有零等哎、欸。没办法啊。奉献，奉献，快走回来哦，聂宝，来我这吧，我们一起走下去。聂宝只有三经验值，真的好惨哦。好，我赶快走回去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把这边任务都解一解。哇，捡到六块钱，赚！学长，你去商店。我给你钱，你帮我买东西。你是说哪？哎、欸，哪边的商店？你说右边的魔法商人吗？木材烟雾。好哦，我先进去，还是你先给我？你要先进去，我再给你。太远了。我都到了。好。经过我买要扣个税哦。说啥呢？买那个补品吧。你先给我20金，然后我已经给你了。给30了，给30了。给30了是呗？那你只能买一朵。有这么贵吗？多买一点，多买一点啊，不然我们就要死啦！学，买完了，买完了，剩啥扣？没得买了，就这样。好，扣水。欸、你可以，我们可以撞大野狼吗？只有我们两个、欸，还是等聂宝吧。聂宝没等，等聂宝来吧。Okay, okay, 要从下面绕过去。都可以啊。那我踩在你头上。好啊，合体啊！倍儿棒，结束。Yeah, 三步并作两步，聂宝用右键可以多一步啊！好，撞他！啊、一只大灰狼！哇、啊，我的战斗点是满！别再咬我家聂宝啦！咬你！我们两个一等的很强，我们罩你，带你飞。没错，我有暖男书，稳、啊、的。按到两下了，按到啥两下？没啊，你没用专注啊，你没用啊。没有，书是新的，使用专注完美，3%，这个，用哪一个？有一个是 A O E 会烧起来的，哇！哎，死了，经验值是归零，对不对？没啊，你只是没有经验值啊。哦，通不是、啊，我刚好参与战斗啊。我们都是解任务拿到的。我刚摸那个石像加12哎、欸，收集。没人。哎，你按那个专注，然后再开右边那个兽人吧。好，这样我按专注，开兽人，开兽人，有，打死他，兽人渣渣。哎呦喂、啊，好看我 A O E。没事，兄弟们，看我 A O E。哇！把你通通做狗肉。砰！哎，六滴啊！六滴，只有六滴耶、欸！没事，有我在。哎、A O E 来一个，我来 A 个，挡挡哦，挡挡哦，一二三。嗯，这个伤害。这样，然后 A O E 要7D 啊，快点！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，我看一下。至少7D， 没7T 就是。我的 A O E 哪有 A O E 低的、啊？这个啦，哈，我先杀两个。注意。太完美了，6D。你才全家圣粉哎！
看一下单一目标，直接把它烧到烧到剩粉吧。你那个完美可以每回合多烧两滴。哎，我来我来，我收我收。探子，呜呼，有人的有人的，有了有了，中宝站起来了。猎宝，哎，刚刚那个盾牌被谁拿走了？被我拿走了。哦，盾牌把它捐出来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你也可以拿来装啊。如果你想拿单，是我装了，我就不能用弓箭嘞、欸，是吧？你之后可以拿到一些长矛之类的。好，我来摸一下这个。嘿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好爽啊！好虚哦，我们开下面那只吧。好。血量血好混沌刺身扎营，你说下面那个渣渣吗？嗯嗯，我哎、欸、吸不到学长哎、欸，吸吸吸，那就那我学长开，是不是？我在这里等你们吧。学长只有22滴哎，好可怜哦，我补一下我自己好了。好，你补一下再来吧，填满一些生命值。使用尿尿，好，我开哦。好，撞死他！哦，哇，战斗吧！这个比猎宝还高一等呢。你想一下，先打哪一只啊？变强哎！先打中间的火把那个吧，火把的吧，火把的吧。最左边那个火把的。对 ，OK。耶！哦，哇！一下八滴，有点疼啊！一下八滴、欸，我要用专注点了。专注烧个 AE 吗？还是我先单？可是这样也至少要两轮以上才杀得死左边。嗯，还是 AE 吧。哎、嗯、呀、欸啊，我 AE， 然后等一下你们先抓左边。等一下猎宝，等一下猎宝收一个吧。好，我用等一下用点数好了。啊、好，猎宝随便射死一个。三个暖男了。哎，有坦克。没事，我有干扰。有我在，他不会那么容易的。A O E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啊呜！哦，有聚会，有聚会。猎宝收一个。有左边的。他。漂亮，漂亮。哎哎哎哎哎！来个来个 A O E， 我收右边的。马弯腿呀！哎，不然你直接把他射死啊！你把右边那个射死。啊啊！应该烧死，烧死。应该是，他应该会先动了。哎、欸，不亏不亏。碎了。好，这个我一定收。呵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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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好，我想先回去回血。你们回去回血吧，然后我们等等去左下角打。那我就往，那我原地补血好了。好，下一回。那不是只补一滴吗？我现在是没有钱欸，一滴一滴，因为我三块也没有办法回血。没有啊，你到城镇我可以给你钱啊，我给你钱吗？你要回城吗？要要要。好，那我给你20块吧。不用。看你有没有什么装备，把它补一补吧。这游戏防装很强啊。嗯，那天有穿衣服就有差。嗯，没穿衣服被打了，真的很痛。被打的叮叮叫。买了个帽子啊？有，差不多了，帽子够了。这帽子还没加防。好，我再走回去。哦，不行。很好，四步刚好会到，我来揍死他。69%几率成功，这不可能。这一定行。这一定行啊！嘿嘿，成功。啊！
好，我们直接再捡一个混沌好了。所以那个也是靠赛是不是？就看你力量啊，没有错啦。你力量越高越有机会啊。哎，我被怪堵住了啦。过来救我！被困住了。你这边给得到我钱吗？我，你走一步看看。不行啊。那拜拜。我先后退了，再见。别啊，我们要撒那个森林切片者啊。在哪呢？在我的上面。哦，他哦，他真的。他真的超级保护色，我永远都看不到他哎、欸。来揍他，来揍他！我走不过去，我先不能踩在黑暗嘉年华上面啊。哦，不能踩在上面是不是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可以踩吗？不，我踩个。你需要嘉年华门票才能进去，我被赶出来。哦，没差、啊，你就踩在上面。你的血真的好少哦。聂宝来哦，你可以去那个失物招领处哎、欸，在哪边？在你的右边。右边失物招领，嗯，有一个那个草虫啊。哦，有有。那你可以捡到测试我的实力。嗯，尝试看看。失物招领。是哦。拿到一个头盔，草虫了。工地帽，工地帽。哎、欸，这个可以给你们呢、欸。我来吧。力量的，你来，你来 ，JJ 的，你等等过来給我，就玩丢玩收集就好了嘛。对啊，你收集然后过来丢给我。好，往下走。你开得到那个怪吗？哦，开不到，专注了。哎、欸，可以耶。哎、欸，别再移动，那我可以开咯，撞死他。真的头盔记得给我，二十。他会让人家中毒哦。一下。对，那我还是用力点好了。哦，你这个只有两个骰子哎，好削哦！哎、欸，我不能自补，可以啊，你按右键就可以补啦。右键，好像按你的草右键还是左键就可以补了吧？哎、欸，啊、哦，我包包打不开啊，我要只能按你那个左边那个格子里面的，左应该是不用浪费吧？你要直接按吗？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直接、也是不会死了。好了好了，你等一下再给我钱，我回村庄好了，去死吧！专注点都用下去啦，好，我收他，死吧！哒啦啦啦啦啦，草还是留着吧，我们真的进山洞的时候很恐怖。哎、欸，我收着，多留点草好了，之后进山洞，马拉松哎、欸，那个山洞哎、欸，有个问号哎、欸，问号、哦，让我试试。哦，猎人正在篝火上面烧烤野味。哇，这是一个和善的猎人呢、欸。尝试，尝试，真的很好。哎呦，哎呦，加经验值，厉害厉害，很削。哎、欸，钱给我，钱给我，我去旁边那个商人看看。魔术商人卖啥？加哦，他要怎么给？帽子也给个，帽子也给个。按你的黄金可以给我。哇，遇到在野外遇到一个猎人朋友哎、欸。真的开心，但道具我不会给哦。你打开，打开你的那个，打开你的包包啊。嗯，哦，有了，给予。来来来，会了会了。很好，我先装个铁头盔，装备硬了，潮，贼硬啊！现在，他有卖加一法伤的、欸。我要，我要，我要。你要啊？要要要。好啊，来，我买给你。耶！开心的。谢爹爹。你是绿色的吗？啊，给你。对，跟你一样戴绿色的帽子。你的血真的好危险哦。哎呀，我等一下回上面看那个木材烟雾也回不去，应该还是可以啊。我走到边边，还是我唉。哎、欸，给我个两块，给我两块，我要回去补血。你要回家了？对对对，我回去补个。走到上面。嘟噜噜。也补血。说啥呢？聂宝，聂宝装备那么好，他自己买了一个帽子、欸，哎、啊。哎呦！撞死他！你 sure？ 没错，大家都在。
这个家伙要喷装了。射击零，两滴，不错、哦。灭宝，你看他右下角盾牌了，就是他有那个，他有那个防御的。你说对面的防御力对不对？对啊，他防御多少就直接降伤多少。哎、欸，我拿我拿，我来我来，这个我拿很多钱。哎呦，穿着会变笨哎、欸。给坦克。嗯，我来吧，我就是坦克。加二力量哎、欸，我的力量，我力量73了，我来我来。我穿我穿。智力剩多少？很好，我现在贼硬。你要不要站中间？嗯，等等，你把盾牌给我，我直接嘲讽。你盾牌给我好了，你盾牌给我好了。好，我转职了。我好像给不到。你不在我隔壁吗？有给到吗？因为你头变了。有给有给有。好，哎、欸，这样我就这样我就没武器嘞、欸，我是专门嘲讽的。我等等进那个战斗，我就一直按嘲讽，可是我速度很慢，找不到目标。我们等等去那个，等等往左边打啦。那我先到左边了。嗯，等等要先打那个领袖。哎、欸，兄弟，你走的有点远啊。那我走回来。也可以。领袖在哪？在这里啊，在那个黑暗嘉年华下面。哎、欸，夜市可能要开嘞。我要吃鸡排。他卖鸡排吗？好饿哦。你刚不是出门吗？我没有吃，买东西而已。买这个台风天必需品啊！我来这里等你们吧。对啊，要吃那个双响泡泡面，超难吃，超难吃啊！真的超难吃，每个人都跟我说超难吃啊！真的世界拍家，广告打很大、欸、啊！回这边一补个，好啊，你赶快补完，赶快下来吧。混沌又要冲起来咯。我们去下面等他，对不对？嗯，口来吧。你这么下面啊，也是可以。看看能不能遇到什么事件吧，走一走。哎呦，有骷髅战士啊！哦，晚上了，晚上了。但学长就是走不回来啊，会撞到骷髅战士、欸。哎，我在这里等你好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打骷髅战士。好，我在这边等你好了，我掩护你。OK。OK。超饿的回合，看能不能走到我这吧，看潜行看看，不行就打吧。呵哦，呵哦，潜行，耶！哦，成功了，失败的几率也太高了，真的高哎、欸！灭宝撞死他，先撞那只哦。嗯，就杀这个，这主线任务。有伏击可以按，没按到。哦，对哦，可以伏击的。好看我 AOE， 哎，不对，我不能攻击啊。你现在就海哦。我的肩膀。你看我这一身，你看我这一身装备。哦。刚刚不打你啊。哎呦，没收掉哎。啊，忘记点专注，可恶。哦啊，砍我了，很好，来看我嘲讽，哼，失败了。你刚是两个叉叉吗？两个叉叉哎、欸。你刚是两个叉叉吗？嗯，出现了两个叉叉哎、欸。太棒了，真的厉害哎、欸。哦啊，灭宝。灭宝又要GG啦！好了，灭宝估计是要躺啦。哎呀，B
别打猎豹，别打砍我，砍我，对，砍我就对了。打那个工地帽的。好，我再嘲讽他一次。哎、欸，我可以用拳头揍死他、欸。哎，我嘲讽好了。你不要他剩一滴哦。嗨，失败了。我知道闪人啊。嗯，也是可以，不然你就把他射死吧，赌看看他会不会把你打死。这猎豹等下挂了，是不是又没了？猎豹如果挂了，我们就剩一条命了。看来我还是拿回我的武器吧，这个不好啊，这个不优。我现在是要补猎豹还是？你不能补，你可以补猎豹吗？补我一下好了，不行啊，不行吗？我能补吗？不行吧？无需，好像不行哎、欸。不，抱歉，那我就好吸了。给他死吧，还剩两滴。还以为药草可以丢人身上。他会不会砍你啊？哎、欸，对，砍我就对了。Yes！ 哎、欸，干嘛收掉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！哎呦，回血！我仍然活着。没有啊，你就有那个圣锁。太棒了！有圣锁就不会死掉哦。没事没事。他的钥匙。哎、欸，是我收到的。哎、欸，钱我拿着。学问书，学问书。哎、欸，又一本。是哟、哦，好像是一样的、哦欸。我一样样哎、欸。我也能拿哎、欸。可是我拿来干啥呢？拿来干嘛？我拿来卖。通过。圣锁没了。看起来我不用。嗯，看你的这个智商应该是不用了。哎呦，第二个头盔，给学长好了，给猎宝穿好了。哎，猎宝啊，猎宝啦，猎宝自己有头盔啊，学长穿好了。我有头盔啊。好了，我这件衣服给猎宝。好。哎，学长已经过了吗？我没按到啊，他我不能给我按。哦、拿去拿去，好多史莱姆，可能给我个五块，我先回家。好，等一下。慢慢狗狗，还是我们要开右边的裤头？妈秒掉。聂宝，你太远了。可是聂宝，你只有十滴啊，聂宝。你只有十滴啊，你被打打一下就直接等。等等，我看我可不可以给你，我把神之胡须给聂宝。这是聂宝吗？很浪费、欸，你开帐篷好了。是不是我给不到，我给不到聂宝。聂宝，你开帐篷哦。我再给一次，我再给一次看看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给你。聂宝，你身上有帐篷啊？对，吃个胡须。哎、欸，可是你离木材好吧？想说你离那个木材烟雾好像蛮近的。啊，上去揍他，上去揍他吧。十七滴耶。十七滴哎，随便打死一只。我来，我来，这个我说，我先干扰他。不痛不痛。看我，哎呦一，一，先收他。嗯。太完美了。不是，我刚这个 A O E 每次都剩一血。感觉刚刚应该给猎宝射左边这只了。啊噔噔，猎宝升级，终于升级了。收着，哦，加两块血。我要回城镇补血啊！我要串赛啦！我的天哪、啊，走不到城镇。木材烟雾呢？哈！好，来看看城镇有卖啥。巴尔，巴尔。哎、欸，比较强的武器哎、欸，还有草药吗？买一个。哇，这个防装好贵啊！没草药了，草药已经卖完了。对啊，就要多种点吧。我先买个巴尔巴尔盾。好，先买这个，把我的琵琶给卖了。
买个鞋子来穿好了。学长，你有鞋子吗？我Luke。有哦。你有哦。聂宝是不是没有鞋子啊？没有。等一下，我买鞋子我就没有钱睡觉了。哇，抉择。抉择，先睡觉。一边是友谊。先睡觉。哎、欸，晚上夜市好像可以去了、欸，去上面打那个杀那个大灰狼好了、啊。就往上走。我现在攻击很高哦，刚换了这个新武器。睡觉我已经睡了。嘲讽的几率好低哦。卖两块。对啊，他两个都中才有，是不是？嗯啊，他那个生命力很高的人才比较好中。了解。混沌要来了。小狗狗。哎、欸，等等，要发生事件了啦！那个好像是一个骷髅头的事件呢、欸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小狗狗你摸不到哎、欸。嗯。摸不到。我在旁边等你。我在这里赚钱，我去碰，没加钱，没钱想去夜市，我有十二块哦，可以，可以碰到小狗狗，来啊，撞死他！我先，我要不要补个血啊？你给我两块，你要走过来我才能给你，请给我两块，没问题。猎、yeah. 人有没有剑雨啊？嗯，后面有一些武器会有吧。对啊，我们还要买神之胡须耶，那把欧尔顿的胡须也买了吧。哦，看起来不能动了。撞死他！撞死他！那个大灰狼。直接打。对啊。我们这边打得到吗？哎、欸，学长打不到哎、欸。算了，我们两个把他杀了吧。睡个觉啦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九滴而已。就一只大灰狼。呵呵呵，哎，专注减一，怎么这样就死了？那、有钱呢，是有。走吧，我们去左下角接任务吧。噔噔噔噔，踩个问号，有啥？可以投资一些硬币，投五块。快许愿，快许愿，快许愿！等一下啦，我再看要不要投五块，投个五块，只加10%。啊！哼，漂亮！哇！加个护甲好了，加个护甲比较硬。我在这里等你们。哎、欸，又遇到了一个事件了。有卡片游戏。哎呦，哎、欸，这我一定行。哎、欸，拿六块，把刚刚的拿回来了 ，Go Go Go！ 嗯，中间冒出一个扒手，这个学长最痛恨的东西。妈呀！我要杀他哦，各位。好啊，杀死他！哎、欸，不要！他有骷髅头。潜行，撤退吧，撤退吧，潜行会失败的。好的，撤退，再见。我觉得有点危险。我下次再来跟你 PK。嗯、我先，先绕远路下面。我先，待会见。不叫猎宝过来把他杀了吗？没关系。我觉得不行。这样有下去喽。撞死他！撞死他！哎，你怎么转了个弯？你怎么扭了一下？你竟然怕他了！你竟然怕一个小熟辣？对啊，对啊，这么一个熟辣，揍死他！先杀他，他会偷东西哦。杀那个他，就是他。哎，还好我很硬。我杀他全家，快！哦，看我 A O E，
啊，被冷冻了。嗯，这是干嘛？他失败了，凉凉的，凉凉的失败了，凉凉的而已哦，不痛不痛。但是塞满，我们就冰冰的。哎、欸，我有新技能呢，团体伤害。噔噔噔噔噔，跳起来嘲讽还是抵抗？不是，没有甩到啦。好的，好的。哇，不要打我啊！我被冷冻了啦。好烂的，我告诉你什么叫我。你也打不死他吧？哎呦，这么痛啊！我拿着，我拿着，十六块，好赚哦。啊！我凯瑞的这场分点钱啊！等一下啦，我回去补个血，我回去把装备买一买。还有谁缺装备啦？我们赶快买一买吧。我超穷的、欸。看一下你们的装备，缺一个鞋子。我就只有鞋子。你只有鞋子啊？啊，我有头盔，发现了。然后，对啊，我就身体跟项链没有。好，那我帮猎宝买一个鞋子，该去左边了。然后把鞋子丢给猎宝。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去闪闪发光的矿山，我有钥匙。先去打那个混沌士绅嘛，那个矿山很恐怖哦。那矿山要两，不得了哦。那个矿山不得了，两等才打得赢哦。而且补品要够。我们去打那个。哪边？这个下面有一个混沌士绅。下面看到了，哦、oh, ，看到了，可是我们打碰不到，对不对？我先学长就有穿哦，我没有穿衣服，我先走到他边边哦。好，安安呐、啊，没事，前期买武器哦，可是大家武器都很好哎，我走到边边呢。我来了，走五步，皇家小丑来了。皇家小丑，所有的滚动都被篡改了，所有的骰子都被改了。哎、欸，有一头熊哎、欸，所以骰失败的会变成好的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们好像都能到哎、欸欸，只有一个人能到哎、欸。哇！怎么有人碰不到他、啊？哎、欸，哦，卢克，二打二，熊战啊，不战熊，没问题，猎宝，我们怼他，可以啊、欸，不要，我要去喝牛奶啊。哦，输了 Z， 不行啦，我想跟学长分经验。很好，我潜过来了，我来喽，先打下面那个，先打下面那个。还是你们要先打这个熊啊！哎呦，我可以走五步哎、欸。那你先打下面那个，我们再去打上面的熊。你说这个混沌渣渣对不对？嗯，这个很强。来打混沌渣渣。它也不是那么渣的。它只有一只，好细。还有三只啊！哦哦，不对，我是三只。又是这三只啊！哦，哎、欸，先怼中间的好了。好。对，我要把鞋子给你们。刚刚买给猎宝的鞋子 ，Yeah， 哦，13%，等，来，你说先怼中间是呗？你不是有 A O E 吗 ？A 哥，哦，把他杀掉了，告诉你什么叫杀人，他也在告诉你 ，No， 八 D 算啥？我有一个 A O E 的伤害，哎、欸，先用个这个，哈，小丑，为什么多一个小丑、啊？就那个啊，跟上次偷东西那个一样啊。哦，他会吃掉你一颗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别啊，猎豹，你打那个有防御的。双叉叉。你要打你的3D，而且要烧起来了。我来先烧这左边好了。很好，
看我 AOE 制裁他。打一下吧。欸、哇，我来，我来。对啊，好疼哦。好痛哦。哇塞，琵琶当吉他在用哎。哎，赶快收他，我要扣血了。没问题啊。噔噔噔噔噔噔，钱我收着，钱我收着。啊，分我个三块。哎、欸，这我的，这我的。啊，你拿，你拿。哎、欸，八哎、欸，加八哎、欸。我来，我来，再加八趴。你的吗？你给我个理由。我觉得这蛮漂亮的。没有啊，我这样我钱就拿的更多啦。我可以给你们更多的利息啊。你的利息怎么算？我只接受七三，我七你三。你这样说，只有些资讯透底。我加38%了，我七你三，一句话。好好好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好好，通过通过，给你快快给我快给我，我八你七，你零吧。这样子也不值划算，分好多。你还是拿零吧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先把鞋子给你啊，别走。完成的。你是这个。走，再开。聂宝记得装鞋子哦，不然你会死哦。旁边这个，那头狼吗？好，我们打狼好了。老婆婆，哎、欸，可是狼会三个会进来，他那个乌鸦跟上面。那你打战熊啊，战熊只会开到狼跟战熊而已。好，聂宝穿鞋子哦。等一下，你穿了没？穿了没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哦、啊，完了，来不及了。嗯，那揍死他吧，揍死他吧。好，揍他，揍他，揍他。战斗吧，开始战斗吧，先杀战熊。我可以秒，我可以秒狼哦。靠！先杀战熊吧，感觉战熊好恐怖、啊。我秒狼哦，你先是不是？哦，来来来，嘿，好，我秒狼，秒狼。别吧，我们一起怼战熊吧。啊，你秒狼好了。好，我秒战熊。十九第一秒，我信你。哈！哎、欸，被小丑了啦，不然一定秒。啊！哎、欸，还好哎、欸，还好。这两滴喽，漂亮漂亮，我收我收。那差两件哎、欸，我收我收。两件都差在一样的地方哎、欸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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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钱加钱，大家看这个利息，四块，棒。砸狗棍。这个猎人的武器、欸，我盾也不在。谁要的、啊？这应该不是我的。这猎人的武器，你可以拿、啊，你可以拿来比弓箭好用哎、欸，这个。真的吗？哦、嗯，它是双手武器。装备。还加一防、欸。我想那个《星际大战：侠盗一号》的甄子丹演那个角色。那是啥？《星际大战》甄子丹还演《星际大战》。他演一个武僧。兄弟，你没血了。给个三块，等下去补个血。没问题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先走回去哦。对啊，先回去练等吧。事件什么的，哎、欸，揍他！揍他！哇，一个人也敢在这边？一个人敢拦我们三个人啊？哎、欸，哎呦，你这是啥？哦，这是范围技哦。哦。哦，雷耶，雷宝，来吧，直接杀，收他，啊啊，还是我来吧，我看两位大侠都不太行啊，爱吃汉堡包，还是让我来吧，这才叫伤害啊，走不走？可恶，哎、欸，跳利息两块。好，拜拜哦！美好的一天，哎呦，赚了！哎呦，兄弟，你快补血吧！我快兄弟，快补满，快补满！看一下有什么可以用的。白天夜市又不开。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去杀那个小丑哎、欸。右下角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小狗出来了，右下角在那个黑井那里。好。小丑强不强啊？聊天室。我去单挑乌鸦。一定说不强，我就单挑乌鸦。
大声！哎呦，一个人哦！我靠！有没有看到？我这个操作！哎呦！厉害哦！哇，加酒精燕子好削哦！就这群乌鸦想打赢我也太难了。哎，刚刚学长订阅，多看台哦，混了个分。谢谢八个月的学长。不谢不谢不谢，那你要不要再拿那个30块来？等等等等，我们我可以到你旁边拿。去练等吧，继续练等吧。你不要给我赊账哦。我们可以没问题去杀狼啊。好啊，你们先打、啊。你们现在等级那么高。我们去打狼，你们也去练一练吧。我们去打狼。哎哎哎，结果我过不去。我去补血了。好可怜哦。我能打到？你说我能打到那个狼吗？这也太远了吧。我能这么远？这个角色也太变态了吧。要打狼吗？还是我碰问号？都行啊。这狼会碰到，哎、欸，会碰到兽人，打不赢。那个狼没有，那个狼本来就自己三只，有那个旗子的都是直接三只怪的。好，那我打了，就三只六滴血的怪，还是九滴啊？两只狗哎、欸哦，九滴、欸，三只狗，地狱犬，来吧，我来 A 个，哎呦，我们好坦哦，就剩学长不坦了。我智慧高啊，靠智慧比较低的塔。你有 A O E 对不对？算了，我们一人砸一只。对，我来 A 个，我来 A 个。哇，哇一滴。哦，你这个伤害神秘啊！那你让学长再补个妆吧。学长是不是没有衣服啊？你就没一直没给钱哦。好，我们去新手城，我们去 shopping。我这张卡任你刷。你有 A 吗？我收掉。好，可是我还不知道这个 A O E 到底可以打多少、欸。你看，你看他血，那两滴血多少啊？爸，你还被闪躲啊？你看到最后还是没事，七伤拳。你那个不是会血吗？他血伤害多少？嗯，跳舞草，专注运动值。可以让攻速变快。中毒的、欸，收割收割。哎、欸，这一次都没有人中毒哎、欸，好削哦、喔。嘿、欸，不要这样讲，等一下就。哎、欸，先别说，先别说。哎、欸，有怪哎、欸。好，我去摸这个看看。我去摸这个问号，里面有啥？力量、哦、十分诱人。我的天哪、啊！闪一下好了，我可不想扣血啊！哎、欸，好猛哦！嘉年华门票哎、欸！哇，我们可以去嘉年华了！我去玩玩。Oh nine！ 你们赶快练等吧，练到两等，我们可以进三栋。要、啊、不然你来领钱，欸、让你给我耳朵下钱啊！你过来我这领钱。我闪电法杖哎、欸，可是啊，可是这还好，我要买衣服啦。来啊，你来啊！我给你给我、啊，我可以直接给，我可以直接给。好，你给我30块，可是你只有29块，没关系，7块。噔噔噔噔，最好先打小丑。好啊，不然我们去杀小丑好了，来杀小丑吧。也有市场，不然你把身上一些垃圾卖掉。好，我来卖个垃圾。看一下，小丑一样要完美才能杀吗？不错。穿衣服路，多太小丑要加满专注才能打赢呢、欸。五分的全场，好了，我们要去哪里打怪、欸？变灯、嗯，去左边那边好了、啊。左边是呗、欸。嗯，他说我们小丑打不赢就对了。小丑应该是打不赢吧、啊？上次那个哎，他说小丑打得赢呢、欸啊，那去杀小丑吧。走啊，杀、哦、小丑！来来来，我杀全家，他在哪？杀他，还有一条脚。